它是 QMAX 值达到 0.22， 非常的高，无甲醛的，而且还有抗菌除臭的功能，非常的透气，而且弹性极佳，可以看到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大哦。那像这样的套装啊，不管是运动穿或是当内搭穿、休闲穿，甚至你要在睡觉的时候当睡衣穿，其实都很舒适很方便哦。那现在推出去的全新的冰机能透凉冰池套装又来啦，而且这次是全新的改版，全新的设计哦。在这种闷热天气，很喜欢穿这种冰池系列的衣服，因为它穿在身上真的是非常的透凉。那除了弹性透气之外呢，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新功能，就是它是无甲醛的，而且还有抗菌除臭的功能，所以你穿去运动啊，也不用怕会有异味哦。而且我刚刚突然发现一个小小的重点，就是它的裤子啊，在这边有做一个隐藏式的拉链，所以它可以放一些像是你的零钱啊，或者是信用卡卡片之类的。那这样你跑步的时候，除了随身可以带在身上之外呢，也不会怕容易掉哦。这身冰池系列套装呢，它的上身总共有5色4码，然后下身是4色4码。那今年呢，非常流行这种同色系的上下穿搭。那可以给大家参考看看。那我自己本身呢，很喜欢搭不同颜色，像是黑白啊之类的。啊，我的身高是188公分，体重是70公斤，穿的是 XL 的尺寸哦。那在这边推荐给大家，夏天一定要有套装，赶快去看看吧。